我相信在我们医患共同的努力下，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我千疮百孔，筑起层层堡垒，让肿瘤彻底滚蛋。我执着独行，春风满目疮痍。那两瓶是抗抑郁的药。你知道什么叫医不自医吗？你接住我。别怕，我争取快点把你治好。你治愈我。你是在跟命运抗争，而我每天都在跟自己纠结那些无意义的事。人生总共也就三万天左右，想做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赶紧去做。我们沿途多爱几公里。你是光，忽然间照了进来，谢谢你这么及时的出现在我的生活。斑马 AI 课向阳而生即将现映。